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，我会参加2018年时代奇轮节，然后一起挑战 100K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文忠，我会参加2018年时代奇轮节。我是三十人力维人的欧吉桑，10月7号在台中会有这样的单家活动，名字叫时代奇轮节，我也会参加2018时代奇轮节。10月7号在市政府广场盛大举行，等你一起来挑战哦！让我带你冲上蓝色公路吧。10月7号在台中市政府盛大举行100公里，等你来挑战。结束后还有摸彩活动，赶快来参加！这个活动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一起挑战100K 吧！当天见。